这是我们村里面一个真菌感染的这么一个客人，这个额头的外围已经清理干净了，那现在主要的工作是清理耳膜上的东西，它有一层皮皮。大家好，我是做户外可视采的耀哥，我目前所在地是我的家乡。那前两天有一个邻居啊，他说他耳朵不舒服。耳朵里面咚咚的响，我过来给他一看，一检查，发现是中耳炎，耳膜里面有水。但是中耳炎的话，我们是解决不了，我们只能够处理他这个外耳道。你看啊，外耳道上面有一层皮皮，真菌感染的皮皮。我本来想用这个蘑菇头啊，看能否把这一层东西给它套下来。我发现啊，一直都找不到这个突破口，所以就只能够用其他的方法了。我使用的第二个方法啊，看用这个中耳钳啊，能否把它夹下来。发现它离耳膜太近了，所以同样也是夹不下来。那这个方法也只能够放弃了。好，那就只有用第三个方法了。用耳起，